剧《清凡传》。碧莹闺蜜爆料，原来碧莹跟张丹峰这次酒店事件是个局，然而全民都被套路了，我们欠她一个道歉。如果真如碧莹闺蜜说的，我们欠她一个道歉，我们误会冤枉她了，那么红星这次为什么不站出来呢？这两日有媒体曝光碧莹开始洗白自己，先是自己爆料红星出轨被包养等负面，很明显红星近日的负面漫天飞了，今天又冒出这个一个替碧莹洗白的闺蜜，细思极恐，大家应该猜到是怎么回事了吧。我们都欠碧莹一个道歉，我们误会碧莹了。疑是碧莹闺蜜爆料，剧情反转，原来碧莹跟张丹峰这次酒店事件是个局，然而全民都被套路了，具体怎么回事先上图。话说张丹峰的新作品上线了，剧中他饰演一个消防英雄，然而正当大家都说要封杀他，大家纷纷抵制的时候，张丹峰的正面形象出来了。其实现在看来，张丹峰、红星、碧莹都没有为这个事情做过什么解释，唯一的回应就是不回应。这不，有人终于坐不住了，看不下去，火冒三丈的是碧莹的一个闺蜜。这个自称闺蜜的人，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，还力挺碧莹，莫非我们真的误会她了？大家应该对这个疑似碧莹的天涯小号记忆犹新吧，当时这个名字为静静地看着你和他爆料了太多对于碧莹不利的消息，都说碧莹在怒骂红星，诋毁红星，其实这个只是碧莹一个闺蜜开的一个玩笑。这个自称是碧莹闺蜜的人，她说自己开玩笑说这个号子是碧莹的小号，结果就引发了一系列的悲剧，大家都纷纷把矛头指向了碧莹，不知道是这个闺蜜良心发现还是什么，澄清了这个天涯小号的问题。还说现在没人在用天涯写私密的东西，还说没有实锤的东西就不是事实，也没人确定的说是谁的账号。这个闺蜜说整个事件就是一个炒作，一个套路，一个局，因为有张丹峰的作品要上。再说这个财产转移完全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，还说经纪人作为法人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因为要承担责任。这个疑似碧莹闺蜜的人是在替碧莹洗白吗？这个人曾经在去年也力挺了碧莹，他指出整个事件就是炒作，还说碧莹是被误会的，大家对碧莹都是先入为主，还为碧莹喊冤，难道我们都被套路了？我们都欠碧莹一个道歉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碧莹跟张丹峰夜会酒店真的就是局中局了，只是为了炒作而炒作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疑似碧莹闺蜜的人在为碧莹洗白了。不过近日也有人说碧莹开始反击，不再沉默，并且已经找了大媒体来放红星的猛料，这可以说是很正面的在说碧莹反击了。那么上面这个说是碧莹闺蜜的号子，是不是碧莹反击洗白自己塑造自己形象的一个方式呢？这两日有媒体曝光碧莹开始洗白自己，先是自己爆料红星出轨被包养等负面，很明显红星近日的负面漫天飞了，今天又冒出这个一个替碧莹洗白的闺蜜，细思极恐，大家应该猜到是怎么回事了吧。
如果真如碧莹闺蜜说的，我们欠她一个道歉，我们误会冤枉她了，那么红心这次为什么不站出来呢？还有沉默的张丹峰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大家怎么看待这个碧莹的闺蜜？你觉得这是碧莹洗白的一种，还是全民被套路了？